清晨烟雨黄昏尽是温柔，少年戎装驰骋星辰如眸，眼神温暖坚定满笑浮生，是一段风华一直留下蓦然回首。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，你怀中却似春天，花香布满了世界，酿成好景如夏天，树荫遮住了眷恋，清新与你在秋天，琴声绵绵散落，叶片片轻渐渐。离开上海已经十年了，如今报纸上零星的消息拼凑起来的是一个人心浮动局势动荡的上海，而我的父亲却在这个风口浪尖成为了华商总会会长，那座熟悉的木工馆里也早有了新的女主人。呀，快一点，都几点了呀？哎呀，这谁摆的花呀？怎么都歪掉了呀？弄好快点呀！婉婷小姐让派车去接她的小姐妹，可是家里的车都派到火车站去接督军和镇守使了，只剩下一辆车，一会儿还要到码头去接婉婷小姐。哼，这辆车去接好了呀。可是婉婷小姐的船很快就到码头，时间上恐怕来不及。小慧呀，弄脑子瓦特了，我讲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多事。婉清，今后你要多为自己打算，如若回到穆家后过得不顺心，就变卖我当年留下的嫁妆，自立门户，好好过日子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听您的话，替您和哥哥好好活下去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ちらへどうぞ。何か欲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？格子の新聞も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亲爱的，我感觉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
你坐这儿自己先吃会儿，我去躺一下好不好吗？那怎么行啊，没有你我怎么吃得下啊？我是真的不舒服吗？你乖啊。乖乖待着，我一个人呢吃不下。但是我是真的难受。这样，不信你试试，真的很痛吗？去吧。新聞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为什么开我箱子？你这样贸然行动是会出事的。徐督军在上海的根基很重，你以为买通了上海防守司令就可以把上海翻天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你就是想偷我的布防图，给徐伯钧的人，对吗？走漏了消息，你就会取消行动。少帅，其实啊，我这么做是在帮你。我是为了阻止你犯下大错。既然背叛了我，还说为我好，少帅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对你的真心难道你感觉不到吗？日本人，Japanese。OK， be quiet， or I will kill you。OK。Someone will pick me up under there. If I don't show up, they will call the police.
Come with me. No! Relax. And now, you have to stay with me. I will let you go. Get off. Stay here. Are they waiting for you? Forget everything. Don't let me down. Okay. Go. Careful, careful. 麻烦让一让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 Konnichiwa. Hi, konnichiwa. Hello. 事情进展的都顺利吧？徐伯君这两天对我盯得越发紧了。我去哪儿都派人跟着我。我说今天到码头来接我的外甥，再甩掉了盯梢的人。老吴，我怎么觉着你在占我便宜呢？没办法呀，他一直 在揪着我的把柄，想让他的心腹取代我。我不相应的死活，就靠你谭家军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个人进城，所有的家当都在你身上。我是真把你当自己人。当年你在战场上救了我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知情重义的人。你肯跟我，就算瞧得起我。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饿不死你。 哎，少帅，那你那些兵都在城外，不好，放心，他们靠谱得很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跟你出来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你还记得徐曼吗？嗯。她当了叛徒，我在处理她的时候被那个姑娘撞见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她给……小心，小心，麻烦让一让。
他能听懂中文。走了，追。看出来，你还挺聪明。别装了，老实点儿。别动！别碰！这位先生，我只是回过来安葬我母亲的，我保证绝不会乱说话。穆婉清，你差点把我骗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日本人不碍事儿。你要干嘛？就得委屈你，这段时间跟我靠在一起，防止你捣乱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嗯，少帅，我看还是一枪把他给毙了，扔江里算了。哎，老吴，把枪放下，这不多一外甥媳妇吗？算了吧，还是少帅懂得怜香惜玉啊。好吧，老实点。小心点好吧，真是的。妈，哎，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？和关爱哥哥般配吗？哎呀，阿内，你呀，不要整天张口闭口都是光耀，我们也是名媛小姐啊，矜持一点好吧？妈，我再矜持，这关爱哥哥可要被别人抢走了。这次徐督军来上海呀，是有求农爸爸的，农统光业的子弟呀，板上钉钉呀。真的呀？嗯。老吴，先回去吧。嗯。上海防守司令部预留的房间。那这位女士的呢？我是吴司令的外甥，这位是我的妻子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核实。那就不必了。这是您的钥匙，房间在四层。多谢。走吧。军府的人，少帅，这边。
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钥匙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？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见笑了。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下意识按的电梯。走。现在我一直在配合你，你要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陪你演这种戏吗？我脸皮也没有那么厚啊。小嘴还挺能说，确实怪我，假的真不了，这假老婆肯定不能跟我一条心。要想解决问题，那就得来真的。你要干嘛？陪你玩点邪乎的，占我便宜，你想得美。不想死就乖乖待着。少帅，听说督军正准备在晚会上提你跟婉婷小姐的婚事，恭喜少帅抱得美人归。少帅，您是不是还惦记着小时候那个要好的婉清小姐？小心啊！不好了，夫人。怎么啦？没有接到婉清小姐。在老爷回来之前，一定要找到她，晓得吧？是。哎，真是，不就晚到一会儿吗？码头上等等就好了呀。喂，舅舅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晚上一起喝一杯。哦，好，那个晚上我们见面好好聊一聊。那就6点，鸿宾楼见。好。
是不是还惦记着小时候那个要好的婉清小姐？不要动，保护少帅。少帅，光耀哥哥。真的是你，这简直像做梦一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上海，好久不见。十年了，你都长成大姑娘了，你怎么都不给我写信呢？刚才电梯里那个是你丈夫？他不是我丈夫，是他绑架的我。绑架？少帅，人已经跑了，整个酒店搜过也找不到。跑得够快的。婉清，那个人为什么要绑你？我和他是一艘船来上海的，我在船上看到他杀了人，他就把我给绑了。杀人？嗯。他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来接他的人都喊他少帅，可能是个军人。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谭少帅，你怎么现在来了？我们不是约好晚上六点在鸿宾楼吗？来不及了，那女人跑了，拿着箱子走了。那箱子里面有这次兵变的布防图。什么？还有更糟糕的，那女人可能碰上了徐伯钧的人。你看，这是带有特制过滤嘴的香烟，应该是北洋军烟厂特供给各省督军府的。上海是徐伯钧的地盘。抽这种烟的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说这个女的拿着布防图被督军府的人救走了？这是最坏的可能。我早就让你杀了她，你就是发善心。这下好了，你这是要把我害死。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，事情还要转机，我有办法。说。徐伯钧的专列刚刚到上海，所以就算督军府的人把那个女人抓走了，这消息也没有那么快传到他耳朵里，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提前动手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兵变这种……嘘，这种事儿能是儿戏吗？我响应不打无准备的仗。老吴，你是要反悔的？喂。光耀哥，少帅，督军的火车已到站了，要我们即刻出发去木公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正好把婉清带过去。是。十年了，我终于要回家了。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？今天晚上动手啊，肯定不行。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女的。防止事情败露出去。不，我们必须要先发制人。一旦让徐伯钧反应过来，一切都完了。现在陪督军在上海，
如果我们要行事的话，那他……等等，听我说。如今北京政府分量最重的就是徐伯钧和裴勋。如果裴勋不在上海，即便我们兵变成功了，让徐伯钧认了栽，那裴勋也可以借着北京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，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可如今裴勋人在上海，我们可以逼他和徐伯钧一起表态，以绝后患。老吴，谭家军现在就在城外，而且我已经下令，今晚必须动手。如果你不配合，那到时候你城里的兵听见外面已经乱了，肯定是陷入被动，到时候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。你下命令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这是在救你。这个时候你必须破釜沉舟，才有可能活命，明白吗？救我？可笑！老吴，你只有这一次翻盘的机会，时间不多了，成败在此一举，你信我一次，我们赌把大的。通知葛营，行动提前。糖醋小排给光耀多准备一点，鹅肝分开放。夫人，去吧，赶快跟厨师说。是。哎呀，夫人，婉清小姐没找着，要不请巡捕房帮帮忙？沐芳啊，我都快急死了呀！你也是，用得着兴师动众吗？传出去好听啊！赶快派几个人去找。哎，老爷。啊，老爷回来了，老爷。哟，怎么脸色不好呀？心累。英国人对革命军保持中立，他们不希望我出钱支持参与战争的任何一方。现在我们两家结亲，肯定是想让我出军饷。嗯，这不让我左右为难吗？爹，嗯，这徐督军可是我未来的公爹，您可得帮衬着点。不要说我一个做生意的，就是你未来的公爹徐督军，也得让着英国人。老爷。嗯，工部局来电话了。好。妈，我就说嘛，这十几年没见，爹爹提都没提穆婉清。你脑子拎得清点好不好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也姓穆，面子上要过得去的呀。再说了，侬爸爸啊，希望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，侬晓得啦。你放心吧，我最会讨爹爹欢心了。夫人、小姐，徐公子的车子到了。哎呀，光耀哥哥来了。哎，奴是淑女啊，矜持一点呐。哎呀，去迎迎。穆夫人，你是谁啊？光耀啊，婉婷小姐，有劳你们二位出来迎接，光耀真是荣幸之至。侬客气了呀，侬是贵客呀，应该的。不过，这位小姐是……好久不见，我是穆婉清。你是婉清，真的是你吗？居然是你啊，婉清！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咱们家的司机啊，太不会做事情了，我让他去接你，居然把你接丢了。好在光耀把你送回来了。
阿弥陀佛，下下弄啊，光耀。没事的，多谢崔姨惦记。什么崔姨啊？我妈现在可是木工馆的夫人，你得叫夫人。没关系啦，叫什么都可以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啊，对了呀，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的呀，光耀？这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请夫人先把婉清小姐安置下来吧，她这一路也累了。好呀，好呀。徐成，把箱子给婉清小姐。是。赶紧帮大小姐把行李拿上去。没事，我帮婉清小姐提上去就行。请问房间怎么走？我带你们过去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光耀哥哥，妈，先别慌，问清楚再说。你光耀哥哥从小就心眼好，跟他又是旧相识，对他。只是可怜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罢了。请。这边。等等等。等等等。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。我的箱子给我吧。我先帮你送上去。我自己来吧，这里这么多人看到也不好。没事，我来帮你送上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你的箱子。婉清小姐，这就是您的房间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锁被撬开了。这是那个男人的箱子。少帅，看来绑你那个人身份确实不同寻常。刘家层，姐姐，这是妈妈为你准备的衣服和头饰，舞会马上开始了，你赶紧梳洗一下。嗯，光耀哥哥，徐伯伯马上到了，我们下去一起去接一下吧，正好也让姐姐梳洗一下。好，我先跟你下去。先换洗吧。光耀哥哥，我今天穿得漂亮吗？很适合你。婉婷小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嗯，我去那边等你。少帅，今晚盯紧点，他些机灵的。场内场外随时听令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感觉要出事。泪花成雨满天，回到相遇的起点，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，一望无际天空海阔，我许下承诺，让红尘与我们
一起陨落。若忘记你轮廓，如何拼凑，让几个空将我复活，拥抱着起落与灰中扑火。到相遇的起点，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，一望无际天空海阔，我许下承诺，让红尘与